鲍姑娘，我已经落入一个陷阱了。什么陷阱？王伦远在荆州与世无争，包大人忽然向皇上连上数本，召王伦进京。王伦刚刚入京，凑巧李府就发生灭门血案。王伦刚刚入住凌霄楼，偏偏就有人将姑娘夹住住凌霄楼。这一切。 好像是有人有意安排的。好不容易凶手死了，姑娘安全了，我总以为没有事了。可是大人立即通知丞相前来处置，可谓光明磊落。哪知就在王伦接待丞相与包大人之际，尸体竟会被人调包，这分明是有人陷害。大人。 可真与人结怨，王伦一向铁面无私，执法如山。究竟得罪了多少人，连我自己都算不清楚了。好人难做，清官难为啊。莫姑娘，包大人对此事有何见解？包大人，我不知道。姑娘不是说？ 包大人已经开始怀疑王伦了吗？仅是怀疑而已啊！任何人碰到这种事情，难免会有误会。大人，千万不要怪包大人。包大人一向公正廉明，王伦绝对相信。怕只怕，飞鹰帮不会。 大人，飞鹰帮已经到了开封府，价钱都谈妥了，尚在讨价还价。不必争了，要多少钱给他们，叫他们随时待命。是。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请爷你去开封府找莫愁。是。吴秘伯是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大人不是要杀人灭口吗？我要你去将他劫出来。 莫愁是唯一的活口，而且见过我的面目，我怕留着他会后患无穷。所以我要你将他劫出来，只要他在我的手中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。吴命将一生交给大人，死而无怨。吴命只是担心大人万一心慈手软，会养虎为患。莫愁是虎吗？大人不是常跟吴命说过，同言获胜。 岂以为本府是好色之徒？吴命只是不明白，小小一个丫鬟，
大人何须如此？此时此刻，若杀莫愁，更显得我们心虚。可是若不杀他，若不杀他，他将会是一枚很有用的棋子。女人有时候胜过百万雄师。你的珍珠伞从何而来？包拯，朕赐你秘制一道。当务之急是证明庞娘娘的那件珍珠衫就是李君侯的那件，那么王伦自然黑白分明。珍珠衫在庞娘娘手中，庞娘娘对开封府恨之入骨，不要说取来鉴定，恐怕连看一眼都办不到。此案棘手之处就在这里，庞娘娘的气焰连皇上都要让她三分，如何下手乃是一大难题。皇上已下密旨，特别指定庞娘娘不在调查之列，这简直是捆住大人的手脚。那王伦之妹是王才人，而王才人是皇上最为宠爱之人，皇上一向又非常信任那王伦，可是一旦知道那珍珠衫涉案，皇上立刻下密旨要本府查办王伦，可见皇上的确公正清明。大人可不能辜负皇上的一番苦心。公孙先生，本朝之中何人对古董鉴赏造诣最深？自然是要公推八王爷了。庞娘娘会防我开封府，不会防八王爷吧？不错，只有八王爷可以在宫中来去自如，当然可以接触到珍珠衫。辛苦了，大家告辞。哥，燕燕，又跟庞娘娘斗气了？不是，皇上下了一道密旨给包大人。你从何得知此事？我在皇上书案上看到一道密旨，要包大人查珍珠衫一案。哥，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提起讲什么呀？你说皇上降密旨要包大人查办珍珠衫一案，就没有说要办我。可是珍珠衫不是您献给皇上的吗？世上珍珠衫有很多件，李君侯有一件，今日他府中失火，包大人想必是想追查珍珠衫的下落，才请皇上降密旨的。不过，上次你跟我说世界上只有两件珍珠衫呢。那是为了让庞娘娘开心。物以稀为贵，真的没事吗？傻丫头，皇上最疼你，最信你，他怎么会派别人来查我呢？
对不对？对呀，昨天啊，我跟皇上在御花园荡秋千的时候，皇上还亲自为我摇秋千呢。屁呀，秋千是小孩子玩的。哼，皇上也喜欢玩啊。皇上他说，燕燕，怎么了？昨天晚上皇上说梦话，我明明听到。听到什么？皇上说：“王伦，你的珍珠衫是从何而来？”哥，皇上下的密旨明明是针对你啊！好了，不要捕风捉影了。哥哥奉公守法是有口皆碑的。对呀，我哥哥是王青天呢。嗯，连皇上也知道啊。那谁敢动青天？嗯，亲娘娘，皇上回宫了。啊，哥，我要走了。好。李君侯一门36口，只剩一名丫鬟幸免于难。哦，可惜呀。本王还约了李君侯下个月到文昌阁去看唐宫遗宝。王爷可知那李君侯曾有一件珍珠衫？知道，那是李君侯最心爱的一件宝物。王爷可曾见过此衫？本王见过数次。若是再见此衫，王爷可能认得出来。人间至宝，本王一眼就可以认出。一眼便可认出，王爷真是过目不忘。这又有何难？若是本王的师父，他可以闭着双眼，光凭手摸就可以鉴别得出来。哦，好。哎，王大人何必如此大礼？王伦首次拜见太师，理当孝敬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谢太师啊。哎，王大人，小女曾言，日前王大人还进贡一件珍珠衫，老夫还没有跟王大人致谢呢。太师休要再提起珍珠衫之事。哦，这是何故？此事不知如何被包拯知道，他想借机向庞娘娘找麻烦。包拯？包拯一向视太师为眼中钉，想不到今日竟将矛头转向庞娘娘。此事实是孰可忍孰不可忍。哼，王大人是如何得知此事？今日包拯前往八王府，请八王爷入宫鉴定庞娘娘的珍珠衫。鉴定珍珠衫？莫非此衫……太师，王伦此衫购自西域。购自西域那又如何？不瞒太师，此衫乃西域某国宫中之物，被人盗出变卖。王伦也是事后方才知情。那这跟那包黑子又有什么关系？包拯想借机收回此衫，还给西域，向对方邀功。哼，好个开封府，竟然敢里通外国。太师，王伦原本一心想孝敬庞娘娘，如今反而连累娘娘，王伦该死。王大人不必自责，这包黑子一向是小题大做，无事生非，老夫有的跟他闹。太师，王伦得知从宫中传来的消息，八王爷将于今夜入宫觐见太后，可能借此鉴定庞娘娘的珍珠衫。一旦鉴定此衫真是来自西域，哼，
包黑子可有的闹的了，王伦个人事情，娘娘与太师受辱是当。老夫立刻进宫，太师，对付包拯，王伦倒有一计。 陈公公求见，快请。是。见过才人。陈公公有事吗？哦，王大人有封信托咱家转交给你的。真的有信啊？我哥哥也要接珍珠山。想必是王大人想再仿造一件吧。珍珠衫乃是女人穿的，我哥哥仿造有何用呢？王才人，说不定过几天你就多了个嫂子喽。真的？我哥哥终于……快拿去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大家告退了。庞娘娘，你不是新得了一件珍珠衫吗？何不趁此时机拿出来给太后看看？理当如此。好啊，快去拿来。我说陈公公，在，劳烦您跑一趟哈。实乃人间至宝。这不是吕金侯的那一件。飞鹰帮的制如何了？银子已经付清，飞鹰帮四大高手一起出动。好，宫中传书，八王爷已经上轿。知道了。